哎呀，好看！哎，就像给他定做的一样，好看，好看吧？哎呀，你真行啊，你行，够意思啊，漂亮，人身材好，穿什么都好看。那是，那得看是谁的媳妇儿啊。来，转一下，让我们看看。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看看，好看吧？漂亮。哎，真漂亮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还有呢，压箱底儿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压箱底儿，赶紧上啊！好，再换一套。我告诉你。亮瞎你的眼，亮瞎你的眼，我知道。来，大幕拉开。来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你店里居然还有这种样式啊？多漂亮啊！哎，中国人结婚就应该这样红红火火的。你说，穿上这个像不像咱们吃完饭，菜广场上跳舞的那种感觉？多喜庆啊！ 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我进来就看上这套了。那你想好了，就这套。玉姐，不高兴了？没有，就是有点心慌。听哥什么时候回来？星期一。 婚礼不是星期一吗？是。哎，徐天，小丽，你找我？哎，你大点声，我听不到。你干什么呢？我在城管。啊，城管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一千。1000，我都认亲戚了，不然2000块东西不能还给我们？哎，那1000就1000吧，我跟刀队打电话啊。哟，你说的倒轻巧，白天撞车3000块就是我垫的。没了。Z 区，密码，我生日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赶快过来拿东西来，我马上下班关门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你说。哎，你怎么在城管啊？哦，我今天在路边做了2个菜，灶台被人收了。为什么？毕业实习。那刚才少成说的撞车呢？中午撞的。撞着人吧？没有。 中午给你打了2个电话，你都占线。我在医院呢。医院？啊，陪奶奶。电话监听，所以占线。哪个奶奶？监听谁啊？别人的奶奶，监听我。哎，徐天，要死了！会爆炸的！你还打什么电话？赶快办好东西吧。 这不没爆炸，没爆炸，没爆炸，什么也没着吧？报报报报爆炸，三舅，我给您取钱去了，您收拾1314。刚好，叫三舅。啊，我三舅。三舅，好嘞好嘞好嘞，我赶紧搬东西吧。三舅，来走。哎，徐天，喂，你没事吧？什么爆炸了？什么都没爆炸，我现在回学校了。哎，徐天，丽姐，没事啊，我们回学校了。快搬呐！票拿到了吗？ 拿到了，快搬吧！星期一的，后天的，上午别忘了。哎，什么爆炸了啊？啊，没什么爆炸。啊，不会忘的，后天见。挂了。哎，把手机给我，快挂了。给我。他们回学校了，明天毕业典礼。又忍不住打电话了吧？他们说星期一回来。 此一举，孙悟空唱得出如来佛手掌心。你放心睡觉吧啊，没事儿，我先上去了。小心点啊！啊、嗯，你看，你看到了吧？一应俱全，这么好，这么温暖的家，我相信是个人都会喜欢的。 照片还空着呢，他一回来就拍，洗出来放进去。
这还不简单，阿姨，要改口啦！你心里发慌，一点都不要慌啊！他这个人说不准的，我叫你一个电话都不要打。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？你让他往东，他偏往西；你要不搭理他，他反过来凑你。 他要是不回来，我以后在盐城没法待了。他说过不回来了。接呀，接，快点。喂。喂，哎，小丽，妈订的那个车票能不能改期啊？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。啊？ 为什么？哦，我这边合同还没签完呢。暂时先不回去。那什么时候回来？什么时候啊？啊，现在还没定呢。怎么？想我了？没有。肯定想了吧。喂，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？哎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最近啊要干一件大事儿。想不想知道？啊。 我和少仲啊，齐天，包小花，你能不能啊？你能不能稳一点啊？你每次进来跟打雷一样。哎，小丽，啊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挂了。哎，我不知道你打电话呢，我是想告诉你啊，高铁票我拿到了，明天跟你一班的。哎，到了谁接咱们呀？哎，忘了跟你说了，我改期了。你改期我怎么办呢？你也改期啊，要别去了。不能改，这票我都拿到手了，我要改期我还得去高铁站。高铁站多远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去那么远的话，打车钱谁花呀？你给我花打车钱呢？哎，我凭什么给你花打车的钱呀？哎，你这是讲不讲道理啊？你讲不讲道理啊？你都答应我的事儿了，咱们同学两年了，一点情谊都不讲啊！不是，你是不是反悔了呀？ 我反悔啥呀？反悔让我上你们家酒楼上班了。我可跟你说啊，我好几个工作我都推掉了。谁让你推掉了呀？啊，你不是说你要双向选择吗？你真的反悔了？我知道你们一直嫌弃我。包小花是谁？他这是要造反了。 我给他打过去。哎，阿姨，我去上海。啊？一会儿就走。你这又是干啥呀？我这喜帖都发出去了。他不回来，我一个人没有用啊。我去找他，然后和他一起回。那他要真不回来呢？那我和他在上海。啊？那难道要我一个人替你们结婚？ 你们这玩笑也开太大了吧！算我多管闲事，以后你们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。要不，直接跟他说明天结婚得了。你要这么说，他更不回来了。这头犟牛，你要由他心思，他早就飞上天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不这么做根本就不行，他永远收不住心。他知道我们俩拿他没办法。把电话给我，你给我啊。 哎哎，宝花，真没嫌弃你。你看你长得多猪，圆圆润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是嫌弃我，嫌弃我菜炒得好，嫌弃我包子面条饺子，我面试我全校第一，我两年我都第一。那个不叫嫌弃，那个叫嫉妒。你要说大家嫉妒你的话。 这事儿我承认了啊！对，你们就是嫉妒我，然后还嫌弃我。那明天就去盐城。我明天要是不去，你是不是就死这儿啊？你明天要是不去，你看我就撞在这儿，我就撞死！你看我能不能死在这儿？那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？接电话吧你。喂。
听说你要改签车票。妈，啊对，我那个合同还没签完呢。你每一个字都给我听清楚了。明天不回来，断绝母子关系。妈，你怎么又来这一套啊？这十几年了，你天天都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啊？我这次说的是真的。哎，听见了没有啊？我妈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，这比你要死要活严重多了吧？我听见了，看样子啊，我未来的老板跟我还是一条心的。行了，那明天高铁站见。告诉你啊，你自己去，我肯定不去。你敢不去，我替我未来老板掐死你！玩什么电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弄坏了，你赔都赔不起。有病！你听到了？他明天肯定回。你放心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这次是真的。嗯，把心放肚子里啊，明天肯定会，放心。冷气机芯多重？大概后厨坏掉那只六七十斤重，一个人拎得动吗？男人还差不多，要是换我拎，最多拎两步路。通知厂商，明天一早我去取。你去上海取？让他们通知快递中转站，我自己去提货。丽姐，不用去的，他们会托运过来的。帮我买两张票，明天最早一班高铁到上海，中午和徐天一起回。丽姐，明天下午要摆喜酒，你新娘跑上海去拎冷气机？徐天要不回来，我一个人摆什么喜酒？天哥不回来？回来。冷气机太重了，我一个人拿不动。他是男人，帮我拿到高铁站，然后一起回。刀总问起来怎么说？我会跟他说的，去订票吧。嗯。